啊，博士，阿、啊、黎智英早两日拉咗，好快又放翻出嚟咯，咁啊会唔会白搞啊？又唔可以话白搞嘅，咁你当佢真系完咗啦咩？咁啊未完啊，但系就需唔需要咁做场咁大嘅戏？之前佢做俾老细睇啊嘛啲人，但做得好核突啊嘛，同埋系有啲业主权。业主权，因为你嗰啲新闻采访啊，嗰啲资料咧，你个搜查你冇指定嘅范围，你去搜查啊嘛，阿啲陈嗰个火烧就，所以嗰啲系好闹哨咯。咁你好简单啫，你出到200人，系咪？系啊，200几个差人。好啦，而家有個現象咧，就共產黨唔知點收貨啦。你大羅大鼓想話震慑，咁啊影曬畫面，就同中央政府交代有做到嘢嘛。佢好興咁噶，你邀功嘛。係呢個方法最好嘅，即係如果冇人理你嘅話，嗱幾巴底幾大陣仗，係嘛？連呢啲幾仔嘢一齊拉曬啦，夾翻時間。幾威？都唔同佢啲罪名，佢都夾翻時間，拎曬人翻去咁大。好啦，但係佢估唔到咧，個民間反彈得咁犀利。如果你白紙咧，我哋都賣。咁好啦，根據你個國安法咧，如果黎智英佢哋判有罪，咁佢賣報紙佢都係支持你。分裂國家嘅嚟嘅，可以咁講，係咪啊？買咗50多萬份喎，咁你咪拉50多萬人？我都買咗兩份。係啊，上網睇過嗰啲都有份。我叫啲兄弟朋友嘅咧，你咪得閒啲錢咪買咗喺度送咯，想咪擺啲出嚟送咯。係啊，入攞啊！我3幾個有啦，到手有張報紙，我長期訂噶嘛。為什麼要長期訂呢？大家要分清楚我們的立場。我不理你的政權哪個政府哪個政，任何時代人類都是追求自由的。我們習近平你叫人家勿忘初心嘛，共產黨的初心就是解放，解放就是叫人家有自由的嘛。咁就你無端端搞到而家全個香港啲人冇自由，仲喺嗰個恐懼咧，充滿恐懼，係咪啊？呢個即係一個你作為一個公民好，或者一個喺個世界上好多人都睇唔明嘅。你共產黨當年解放中國，就為咗叫啲人唔使做奴隸，有自由嘅民主。唔係佢冇講民主，只係講自由。係啦，自由啦。講自由先。解放。人類係爭取自由，係人類嘅最大喺幾千年來，人類不停都為咗個自由奮鬥噶啦。戰勝。係嘛？當然自由係有限制嘅，你唔可以放任影響人哋、傷害到人哋咁樣，呢個唔得嘅。係。但我基本嘅自由咧係有。咁你話依咩憲法、依咩基本法、依咩法、依咩物法？咁你而家咧仲犀利喎！你仲要立啲法咧，係搞到個地球啲人都可以冇自由喎。係啊，受你管制。係啊，其他國家嘅人都受。佢嗰個國安法就話其他國家嘅人咧都被影響到喎。係啊，高得㗎。係咪啊？係啊，你咪傻傻地啊！好似地球。係咪啊？係。所以咧，佢哋係俾一啲蠶蟲嘅師爺，嗰啲咁嘅柴仔。好啦，發展到而家咧，咁啊，全世界嗰啲五眼聯盟啊，嗰啲國家，大家睇到新聞啦，啲人唔再講啦，唔再講，就聯手咧，夠曬籌碼嚟圍攻你啊！一啲違反咗佢哋唔明白。先進的國家是基督文化國家來的嘛，
基督文化咧要行公义为主嘅，佢哋唔明白点解鬼佬会无端端咧，会唔关自己事都会走去你行事咧，唔系嘅。譬如话你喺街边有啲咩人犯罪咧，鬼佬会义不容辞咧，去同你做证人嘅。我最印象深自己咧，就我嗰阵时揸架 Benz 喺红磡芜湖街转弯，俾架货柜车咧，货柜车唔系有心噶，佢经过咧，佢转弯咧，个尾咧揩到我个车头个玻璃，揩到我车头玻璃烂咗。咁你都冇仇报噶，咪攞落车，大家登记车牌，各报案啦，冇伤人。过咗个几礼拜，人夫嗰个香港主席，佢会揸架车经过个鬼佬嚟嘅，见到我嗰个情况咧，系对方唔啱嘅。有咩需要我向你协助，我随时任何时间都同你做证人。俾我哋中国人有冇呢个观念啊？冇，冇乜啊！佢都同我三唔识七嘅。所以你就話你中國政府或者你香港政府啲人咧，你香港政府班官員做政務官喺英殖時代嘅，你都知道鬼佬嗰啲脾氣噶嘛？係啊，係啊。最緊要人哋要忠誠噶嘛？係。loyalty 嚟噶嘛？要服給上層係忠誠。係。大家你搞呢啲嘢咧，你搞到咧就話你冇誠信。你去剝奪香港的自由，所以你咪反彈咯！你冇依個基本法做嘢嘛？佢哋都成日唔明白呢、這個咧，唔係你講乜嘢錢咩，成日收買唔到嘅，係嘛？佢當咗你嗰啲咁嘅國內啲幹部啊，喺啲鄉鎮度啊、村度啊，啊中意邊個女人邊個咁啊，可以強姦娶人翻嚟啊，係咪啊？要人哋嫁俾個仔啊，或者做自己小三啊，佢慣咗嘛，咁啊點會慣咗咧？點解最重要就係點解你共產黨嘅觀念到而家都冇咧？就係、是、涉及我哋嗰個中國人嘅政權嘅背景啊，永遠都冇開放過民間嘅第四權啊嘛，打壓，原來而家你打壓蘋果部門，你打壓我新聞。言論自由我話你唔好理蘋果報啱完唔啱先，嗰個下集去講嘢。但係人哋嗰個工具嚟，一個健康嘅社會咧，就要開放呢個第四權力，就嗰、是、輿論嘅權力，俾民間監察你個政府。到你諗下，台灣幾時先開報咁？你諗下，台灣都咪呢一屆選中咪好大鑊㗎。是蔣經國開個報禁嘅咋？係，啱唔啱啊？係啊，係啊。但你成日話同鬼佬美國佬點樣去比拼點樣勝？你車車美國佬1709年啊，唔一七七零四啊，零九年嘅嗰、那個修正憲法喎、啊，就開放第四權力噶嘛。立法修正個立法就話最大權力嘅國會。都唔可以去制定法律咧，去禁制嗰個新聞自由啊！因為嗰個新聞自由咧，係要嚟保護個政府唔會冧檔噶，保護政府唔會做錯嘢啊，保護個啲人民咧唔會因為政府嘅行為錯咗咧，而係成個國家會亡咗啊！有人監察啊嘛，佢就用嗰個第四權力噶嘛，1709年啊，唔知04、09咧，記住啊，300多年前啦，你已經玩呢套啦。阿習近平哥仔，習近中國，你想追人哋，即係話你喺個意識形態度，喺嗰、那個打裂嗰個政治自嘅智慧嗰度，贏你幾百年，到而家你都未開放，已經贏你。所以你而家你冇開放壓制個思想，所以你嗰啲科技啲你咪全部落後咯。要偷咯，你唯有就係偷搶、呃、偷挖拐騙。除咗之後，你有咩路路數咧？影響好深遠。我到而家你仲要嚟香港去破壞呢個自由，大羅大館風暴館，驚死冇人知。佢又想做場戲俾阿爺睇，誰不知咧就屌俾咗國際社會睇到。
啊大鑊啦！人哋唔知你做戲啊嘛，咁啊當你去風暴館封城打壓咯，犯曬全個世界嘅普世價值嘅大忌，打壓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破壞嗰人權、自由、民主，咁你咪而家大鑊。所以咁快要騰咧，就要放人。嗯。但我之前拍過短片，我話佢放緊嘅。係係啊。因為你嗰個語言入罪啊嘛，你拉周庭替死咩？我都唔知道你拉周庭有乜嘢效果。我而家撲街啦，佢又唔知道周庭喺日本咁撚多 fans。尤其喺日本啊嘛。唉、哎，你咪好搞笑啦！即係話證明咧，就話歸根結底，你香港班殘官。中國駐港嘅官員唔識嘢咧，我哋唔怪佢。嗯，你嗰個洛書記洛慧玲，你踎嚟踎去踎嗰啲咁嘅落後嘅省份噶嘛？係啊，唔識嘢咧，唔怪佢。佢又唔知道西方世界嘅行情，唔知道西方嘅價值觀。佢係你嗰洛慧玲係蠢到就話人哋制裁佢咧，佢話我寄$100。美金俾你Donald Trump凍結我啦咁，佢傻傻地你寄到入去咩？你邊度攞咗$100咧？係咪啊？俾$100你嗰人，佢都要受人哋制裁啊嘛。嗯，係。佢係完全冇常識喎，佢同埋你傻咗唔知道咧。你中國嗰幾大銀行啊，你都要配合啊。你而家香港嘅中國地方啊嘛，咁、你中資銀行咪可以唔配合啊？你咩要配合？係呀，唔敢唔配合啊！係啦，點解要配合？咁你香港嘅中國地方啦、啊，咁你入邊國內嗰啲中資銀行咪一樣啊？嗯，一樣要配合啊！點解咧？知唔知啊？嗯，你唔用美金咪可以咯，唔配合咯、啊。有本事唔好用美金啊！你唔用美金，我係咁做生意，你可以唔配合。逢涉及美金嘅。制裁你間銀行嘛，會死噶。咁佢邊啲銀行咧？嗰包頭銀行啊、昆崙銀行啊，嗰啲就得啦。係啦，啊！你而家如果你話你中國銀行一制裁你，死噶。好大劑啊！你試下唔配合啦，你咁撚咩？嗱，你就咁嘅殘神低降，包括你香港財政司啊，吳家產話冇事。係啦。啊！仲有任志剛啊！任志剛啲咁嘅閪人嚟噶嘛？係啊。你話林家產未拉撚到佢，咪好彩咯！哇，食幾多元寶蠟燭啊？踎喺嗰個位，係啊，係咪先？係啊，所以你行埋都傻撚咗嘅，成個國家咧，你實死噶！你唔開放我第四權，冇嗰個社會嘅輿論監察力，係啊，其實保護翻好啦。如果你會俾人鬧、俾人剩、俾人詆毀、俾人話侮辱你。那個就是代價來的、因為你給這個代價而換到回來給這個政權安全給這個社會呢不會破壞力呢是滋長給你那個執政人的貪腐呢不會泛濫你要付出代價、你是沒有掌聲的還被人罵的、但這個就是代價被人罵的代價就是你換來你的安全是的就換來正式你的國家的安全的如果你想國家的安全你一定要開放第四權新聞自由開放報禁那你共產黨怎樣叫人搞國家的安全、何來有安全先你告訴我過兩個貪污腐敗走錢走到當然國民黨幾多百倍啊你話你喺海外有十億八億俾人笑噶嘛？係咪啊？係啊！啊，你洛慧玲仲夠膽話我冇錢俾美國凍結，你指責有冇啊？我就唔撚信你個撚樣冇。啊，歐洲銀行有冇啊？係咪啊？係咯，係咪咁清官啊？咁撚清，好啦，如果你咁撚清咧，你就唔撚應該共產黨員。嗯。嗱，羅先生，你就係唔係共產黨員？因為你咁撚清官啊嘛。問下佢。銀行制裁你唔到嘛？係咯，屎忽鬼啊！嚇、冇資格做共產黨。
唔係你點樣咁撚清啫？你點你即係點喎？你即係流嘅喎？你唔係共產黨員喎？你咁撚清？冇奸盜嚟嘅，係咪？海外一啲資產都冇，咁古怪，係咪啊？係一啲拉撚都冇，你點我啊？咁你一定唔係黨員啦。咁你話唔啱做無間道啊？扮共產黨啊？要坐呢個位。共產黨唔撚冇錢喺海外嘅，屌你啦！係咪共產黨員先？你話俾我聽，你指責我話過去海外讀書啊？嗯，係啦，有冇讀書啊？有冇出國？多撚魚啊！呢啲咁撚樣，完全冇聲屎，冇吉屎，冇卡屎，冇屁屎。嗯。四無人士咁呢班。我話而家你連嗰林鄭月娥又一撚樣，你個黑衣特首呼離子散啊嚟噶，嗯，散撚曬嚟噶，家破仲衰撚過家破家散人亡啊！個仔明明考撚到博士噶啦嘛，而家唔撚考得，仲要著草，著草去邊度啊？大灣區，係咯，穩陣啊！你點樣同個仔交代啊？點樣同你老公交代啊？你怎樣做女人啊？相夫教子嘛，你個八婆屌你老母啊！懶柒咧做咁嘅濕鳩區長喺香港，係咪先？係，係嘛？你考第一啊！而家香港歷史上啊，第一個俾人制裁啊，俾我當你恐怖分子啊，你入嗰啲名單啊！名流青史係嘛？係啊，名流青史真係。有名流青史。懶撚咩啲有乜嘢所謂？幫手，係咪啫？係啊。而家佢哋大撚鑊，完全唔識埋尾喎。好啦，就褪撚到咧，就係、是、叫做少少咧，就褪嗰啲立法會嗰啲人誒，可以延長一年咧，就完全 DQ 都唔撚使啦，照冇事唔做。DQ 嗰啲不如講作小人啦。好啊，而家首尾長撚到點咧？最大鑊咧，就是人大政協啊，以前賣撚個報紙啊，簽撚個名啊，支持呢啲國安法啲友啊。嗯。美國佬可以橫掃千軍噶，釘撚曬呢啲名單入去先，你放成咬喎。係啊，個個都乜嘢有份。起碼幾千人啊！嗱，你睇緊住啊。人大啊嘛，政協啊。仲有嗰啲忽然愛國啊嘛。嗯。人大政協就梗噶啦，工聯會啊、民建聯啊、嗰姨媽姑姐啊，全部起碼五六千人。嗯，即係我自己嘅判斷啊，起碼五六千人燒撚到，可以制裁落去，係啊，冧落去好多人。屌你妹，打個名擺嚟來啫嘛，放石頭。係啊，佢咪拿出嚟哦？根據幾時幾日有報紙賣，你哋開啲咩會，你又出席。跟住有你個名字支持國安立法，咁啊要嚟打擊個香港嘅市民嘅自由咯，破壞嗰個中聯聲明咯，違反佢哋嗰個人權法案咯，又違反香港自治法，嗰兩套嚟玩你噶嘛。嗯。一套就唔燒到家屬嘅，一套咧燒曬噶嘛。嗯。當針簽簽兩套噶嘛，當日兩套嘢㗎，而家兩套，一個香港人權法案。一套由香港自治法喎，所以你啲有係咪先？係啊，你而家你係好大件事㗎，佢一燒燒開去啊，一燒燒啊，燒你幾千人起碼，牽連好好講，牽連好講好講，信用卡啊，擺飛機你唔得啊，限量釘曬你嘅，食麥當勞都唔得，你攞手機都唔用得，麥當勞都唔俾食。出糧你用嗰啲十蚊紙啊，用嗰碎銀啊，冇銀行户口啊，佢哋唔知個影響好撚龐大啊！係啊，佢唔知咁嗰個咁深入可以去。佢唔知道點解香港兵啊渣打俾佢罰到撲街都唔敢出聲。嗯。一罰親就十幾億美金，佢都罰到喎。你覺得？法國佬俾剩一劑啦，都成一百億美金啦，法國銀行。係咩？是啊，好撚重錘啊，金噶金噶，你咪咪玩我遊戲咯。嗯。而家同埋你份人講嘢好撚戇鳩喎，呢、這個戇鳩報。喂，而家人哋唔係去挑釁你喎，唔係干涉你內政喎。人哋而家唔俾你玩我嘅遊戲喎。
唔侵你玩我遊戲，唔同你玩嘅喎。係啊，唔同你玩咋。係啊。你又可以叫對方唔玩呢個遊戲㗎。而家佢咪又整咗11個話制裁美國佬啊嘛。係啊。咁咪對等啦，好撚叻啦你哋。唔係人民幣啊。係嘛？唔撚俾人用人民幣啊嘛。係啊，好慘啊！睇下點啊！咩搞笑嘛？你啲咁嘅濕鳩黃鳩部有咩腦啊？班友，你一出嚟好似神婆上身，黑嚟家嗰堆嘢冇撚曬作用㗎，好撚可憐咯！睇撚住，係啊，有啲示威，但係咧就危險㗎香港，因為而家佢再搞呢個咁嘅打擊呢個新聞自由咧，風暴館咧當你。咁咪全部可以陸續升級噶啦，作套作套出，夠曬理由，夠曬理由，一路升級。咁你共產黨都幾難捱？而家你仲想話出嚟話我大家傾偈啊？點樣雙贏？你憑乜撚嘢同雙贏啊？俾我餅你啊，呃人哋就得。我贏撚緊打緊裝嘛，你走埋嚟同我雙贏，屌你老母，你真係有冇大冇細？你瞓撚醒未啊，黃鳩部長？你個撚樣黃毅別聲，你啲乜撚嘢點樣做外交部長啊？雙贏贏你老母啊贏，我點解俾你雙贏啊？我打撚緊裝，殺撚緊錢，係啊！你走蝕嘅走埋嚟，派啲何志平走嚟喺個地盤搞嘢劇水。屌你有冇冇派片唔拉你啦，冇臭閪人，佢又咁樣死啫嘛，何肥仔平，你走嚟紐約邊個地頭啊？玩嘢啊？做白手套冇派片喎、啊，我著數唔係。屌你！你而家揾我個單位，我教埋你做啊，有著數就啱啱先，包你冇事啊。你啲共產黨啲人唔撚錢嘛，而家周圍燒火頭咧冇撚派片噶佢哋，佢係老撚鳳噶，人哋咪裝撚你害撚你咯，又冇俾行路費，又唔入油，又唔撚燒溪錢，屌你有冇你玩曬啊？啊！我翻嚟去大陸嗰度玩得唔得啊？唔派片，屌你啲黐撚線，行都唔使行啊！一望兩鳩嘅都係咪啊？係啊！俾少下監卡路費都過唔到啊架車，係咪？如果你有派片咧，賓車就得啦，俾架賓車你坐，係咪啊？全程使交費，係咪先？屌你冇你真係，所以你共產黨邏輯咧，就只係計自己數，唔撚諗人哋嘅。你所以你坐喺度頭崩牙裂，係咪？係處處碰釘啊！你講係咁先。好。